our homie Chris Wu has checked in. Yeah, yeah, what's good? Your boy Chris Wu. Globally renowned actor, singer, and model, Chris Wu. Yeah, I feel like they'll fully represent me as an artist. 爱奇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。 如果说2017年的音乐年度词汇是嘻哈，那么作为掀起这股嘻哈风潮的重要人物，吴亦凡2017年的年度音乐词汇就是国际化。上周，27岁的吴亦凡在深圳举办了长活动常年庆，蒙牛又一C独家冠名的吴亦凡2017生日会，不但有欧阳靖、艾福杰尼、黄旭到场祝贺，这不单只是一个生日会，这也是一个嘻哈的一个盛宴之一。吴亦凡更是重新改变并演绎了自己的多首代表作，基本上其实算是个演唱会及水准的一个舞台跟表演了。整体 呈现大家应该会有一个会有一些很多新鲜的技术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，包括一些老歌，我可能会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去演唱。 在美国创作音乐，联手美国嘻哈新贵，你们都关心凡凡在榜单的位置高不高？只有腿腿关心在好莱坞打拼的凡凡累不累？运用了目前 Beyonce、 Rihanna 等一线歌手都在采用的创作营制作模式，吴亦凡用自己的方式掌控全场。<笑>我怎么做歌有我自己的一套系统，那其实是别人也很难复制吧？觉得，因为我喜欢跟玩音乐的人在一起。 我觉得在一起很重要，大家在一个同一个房间里面一起做音乐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先通过认识，通过了解喜欢音乐类型，通过每一定时间的相处，然后去自然碰出一些火花，这是我喜欢的方式。对，因为我自己是基本上所有的执行制作的制作人，所以我自己的制作我都得要去有这个所谓执行力吧。对，大家遇到一个比较纠结的部分的话，一般我会给出我的意见，然后大家就按那个方向来，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音乐有比较 明确的方向的意识。与 Travis Scott 合作的新歌取得了良好成绩，与美国音乐教父 Pharrell 合作的新歌也在近期发布。吴亦凡对自己音乐版图的发展规划胸有成竹，就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发出这个我的一些专辑吧，对。 然后包括办歌唱，个人演唱会，对，路还长，人还年轻，我觉得想要开辟更大的天地，就要学会放低姿态。那我觉得在什么样的地方做什么样的事儿，在国内我觉得我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因为有很多粉丝朋友们支持我，那我很感谢。在国外可能没有这么多人支持我，没有这么多人知道我，那我就需要从头开始，没有问题。 搜索音乐大抖腿，放心大胆按订阅，音乐大抖腿，每周日零点，铺你一脸好音乐。